就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哪六位的这个 panelist 论坛的主讲嘉宾。首先第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名誉主席兼创始人尹吉成先生 CC Yin， 欢迎您。好，谢谢。那接下来为您介绍是非常大家熟悉的，也非常的活跃于社区的，是 Fremont 的市长高旭佳女士，莉莉妹，市长好。那么第三位为您介绍加州公路巡警林地地区指挥官田云汉先生，欢迎您。那么第四位为您介绍，也是我们 Fremont 的市议员，大家很熟悉的黄洁瑜女士 Teresa Ken， 欢迎您。大家好。那么第五位同样也是 Fremont 市议员，大家熟悉的邵阳先生，欢迎您。大家好，谢谢。那么最后一位呢，是 Cupertino 市议员魏红女士，欢迎您。大家好，下午好。是的，那么同时呢，刚才我收到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多的媒体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论坛哦。首先跟大家感谢一下，就是《星岛日报》《世界日报》，还有《老中电视》以及《侨务报道》黄本初先生，非常谢谢媒体的参与。